尽兴很爽这样子，然后也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，因为今天在我身后的五位乐手老师们呢，他们都是特别从马来西亚飞来的，是我的原色专辑的金牌编曲团队，然后他们每一个人待会呢我找到时间会好好的介绍一下他们。可能我在节目上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会话会比较少一点这样子，然后其实我本身是一个话痨，是话痨、话痨还是话痨？话痨，对，话痨。
然后，所以我通常我的演唱，我都希望可以让大家很知道我的歌里面要讲什么东西，因为不是说我每一首歌，就像我参加《我是歌手》一样，因为带来的曲目都是，可能大家知道，但是可能稍稍忘记的歌曲这样子。那我的作品，我当然希望可以用很详尽的说话让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是我自己，人生当中，在某一个我觉得比较失落的状态当中，过程当中，然后我自己写词、作词、作曲，然后谱下的这首歌，我希望大家在一个人的时候都能够更坚强，更爱自己，更爱家人，我觉得这才是音乐界 Summer Music 最重要的态度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，不是你手势比一比就是摇滚，或者是你舌头伸一伸就是摇滚。好，所以带来这首《月光妈妈》。